梵蒂冈电台讯，教宗方济各二月十九日，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，为乌克兰高声呼吁，要求各方停止所有暴力行为。教宗呼吁说：“我内心焦急地关切基辅这几天发生的事，我向乌克兰人民保证我的同在。” 也为暴力冲突的罹难者、他们的家属和受伤的人祈祷。我邀请各方停止所有暴力行为，请他们为该国谋求和谐与和平。